你猛哦！简单，面包，面包，就鱼啊，放在面包里面。火锅咬到，太疼了，太小了。应该给他500块，然后你们就可以想吃火锅想要加什么，500。哇，谢谢。一个人500就可以哦。对。好，这样子哦。黑色星期五，好，下期见。你们好路哦。半小时之后这边见。这样子哦。对，你们一人一半。来了，我们很多东西，可是有买最特别的，这个你一个哦，我也有买啊，真假的？对啊，买啊，快走！哎，啊，我再给我一下。这个叶佩，哦，好，干杯啦！啊，哎呀，啊 ，good drink， good drink， good drink， 加水了啦。全都买汽水干嘛？很好喝啊。那怎么煮火锅啊？我跟你讲，我有卖蛋，对，我有卖鱼。鱼，你买一整条鱼啊？对。啊，你买一整条鱼，你要怎么煮火锅？放在里面啊。啊，不切。导演，你等一下帮我们切这个。这个先等。我也要买那个泡面。这个是点心面。不用煮的，这个就直接吃啊。真假的？这个吗？耶，我完蛋了啦！然后买这个豆腐。这是豆腐吗？不是吗？豆浆什么什么？哎呀。豆浆油条。嗯。哦，面包。就鱼啊，放在面包里面，就有一个三明治啊。啊，火锅嘞？对啊，你先煮啊，然后放在里面啊，就是新的 style 这样子。这个就是 cheese， 加 cheese 哦，什么东西加 cheese 都好吃的。甜点，注意点，注意来了。这个我刚刚好买的是499，全部、哦。对，全部499一块。装饼酥水很好。还有一块，你干嘛没有放一块？你这个买什么？柠檬哦，柠檬哦，酸酸辣辣的，辣辣辣椒，有。哎，买两个，干嘛买两个啊？太小了，这个你自己吃的。我没有发现的，真的，不要买了。我买了鱼，这个人买了鸡。鸡哦，这个就放，然后就煮完就可以。这个不是烤肉，这个是火锅嘞！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大胆。你怎么这样说别人？你买了一整只鱼、啊。我这个我可以接。你买什么？牛肉。哦，牛。我要买蛋跟面包啊。我们吃这个会很饱。就是不简单的。还有面。哈？简单。这个人为什么他就要 copy 我？请你 copy 我啊！你看我卖的东西都没有精在呢。哎，导演，精在怎么办？凉拌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可以用辣椒跟我们的青菜。你的辣椒放在那边呢，辣椒我们辣椒不放在那。今晚你想点哪一道？多吉。不行啊，好恶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对，真的现在有那个火锅的味道嘞。这个就是加了那个牛头牌的汤底，所以白开水就会变成这样。magic 的感觉。大明试试看。你们喝看。好喝。大明看起来目前没办法讲话。哦。酸酸辣辣的。很辣吗？没有，还 OK 的辣。嗯。没有太辣。没有太辣。嗯。没有刚刚好。也没有太酸了。有到泰国的感觉吗？对，你很聪明呢。这个也很好喝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喝太多了，你给我一点点的啦。怎么都喝完了？虾。哦，我还是要吃这边的。我觉得这两个，一分钟吃这个，一分钟吃这个，就是很好的，真的。我最喜欢的火锅就是这种的，一半一半不一样的锅。那、你们不下料，你们就喝汤就饱了。哎，对了啦，你们都在喝，我们喝完怎么办？高明帮我煮一煮这样子啊，没关系啦，你休息一下。哎，高明，你不要。全部吃完了好不好？哎呀，
这个好香啊。这个我很喜欢吃，我觉得你加这个100分，加这个就是200分。火锅我们很少，可是我觉得重庆店哦会吃很多火锅这样子。你们瓦干达有火锅吗？有啊。有？没有吧？不是这样的。对，不是这种的，台湾这种的。我第一次吃火锅在台南，然后水准就跟我说，你喝汤吗？我干啥？我说喝汤，他说喝汤啊，好好喝。我说。这个不行，我没办法。这个不行，我没办法。没有，是因为我们那边，我们料理没有糖，没有在喝糖。对，没有这样子的，没有那么多。那就后来我就很喜欢吃糖，对，所以没有怪我们今天糖一起喝。在那个沙茶酱。嗯，不加了，我要加这个大的沙茶酱，我看一下。嗯，很好吗？真的好吃呢，你试试看啊！你这个是辣辣酸酸的嘛？对。那有些两个也会好吃。嗯。什么东西加进去都会很好吃。嗯。这个不用加东西，这个喝糖就爆了。那加这个好不好？这个我不吃苦瓜。我们干嘛加苦瓜？从开始导演骗我，我们都不吃。什么东西都加好吃，就是有一个东西加不好加。苦瓜。我觉得除了苦瓜以外都可以。对，加苦瓜就好了。这个怎么说？火锅料。火锅料，导演的中文不好了啦。我不知道。哎，帮我一下，这个怎么说？里面有芝士。这个两个，这个跟辣辣酸酸的哦的糖，英文会说a bit much。就像你和黑熊一样。对，我们两个。那嘉明呢？嘉明还好。他不乖。嗯。你在吃这个的时候，你会叫女生来？有时候我有女生朋友，有时候就找他们。男生朋友也有，你干嘛问我？没有，我要问你啊，我要知道而已啊。那你呢？我当然啊，当然啊。对，如果有谁要来一起吃就好了。下一家去还是在？没有啦，当然是一个 invite 而已啦。地震！哦哦，对，地震。地震！哦哦哦，地震！怕地震？不，其实啊，是真的的。还没啊，掉，还在咬。这个人讲，我会跟瓦坎达的那个国王讲，那个两个人不要在我们军人里面。大概流汗，大概流汗。你可以讲，你那个，来，喝汤。今天我最喜欢的是什么？这个。沙茶，对，沙茶，酸辣。这个档跟我讲哪里可以买？爱买家乐福还有大润发都可以买。大润发？对啊。我们隔壁就好了。对，这样子很厉害。这我觉得我们可以吃完了，就是看起来吃不下了。哎，开门嘛，你要不要吃？导演老师，那你要不要吃？哎，导演，我忘记你了。哎，你很烂。你要吃吗？要啊，你赶快做结尾，我就可以进去吃了。哦，好的。先帮奥亮订阅、按赞。下期见啦！黑色星期五，下期见哦！拜拜，圣诞节快乐 ！Merry Christmas！ 拜拜，拜拜。